李尚福说，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同拉玛福萨总统通电话，就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达成新的重要共识，为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战略引领。中方愿同南非军队一道，深化战略沟通，优化机制建设，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，推动两军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。马普赫万亚说，南非国防军愿同中方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，不断提升两军关系水平，为建设更加公平、安全、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。